呢，就是耳后一圈疼，就是耳朵后头这块的疼痛，它也不是偏头疼，也不是耳朵疼，需要用到三个穴位：指三重、叉三、人黄。人黄呢，是我们下三黄里的穴位，叉三呢，在我们的四五指缝间，然后呢平次进针，进针的方向呢稍微紧贴着第四掌骨进针。叉三呢是一个功效非常强大的穴位，那你这一针下去透三焦，所以呢在我们的无名指第二节偏向尺侧这块，在这块呢我们贴骨下针三个穴，把这块分成四等份，那时候呢直刺贴骨进针，进针三分就可以了。你看我们的这个指三重和我们的叉三，这都属于这个我们少阳经的穴位。少阳经呢，就是手少阳三焦经呢，以前呢在我们最早的医书里称之为耳脉嘛，所以呢它治疗耳朵周边的一个疼痛。那我们人黄穴呢，属于下三黄之一，脾肾双补。可以行气活血，所以呢，这三个穴位呢，就可以治疗我们耳后一圈疼。这个。